芬姐，这东西你准备的哦？根本就这样。嗯，我就帮我去预备啦。哦。哎，等等，哦，哎，下不回来。啊，对哦，我用不起啊。是不是袂晓切菜啊？哦，我想讲这红萝卜叫你顶，啊，切较大来。哎呀，进前师傅教我一寡基本的刀工啦，也是我先切一摆给你看。啊哈。我感觉你哦，爱去找一个替你处理料理的人，啊，若无哦，就算你有理财基金头啊，我看你哦，嘛袂付你钱。就啊，啊，是，阮去找西斗啥干？唔免啦，迄风格我就较袂恢复，我无想要麻烦伊，而且这是我店内问题，我家己解决就用。好啦。等下你莫找伤紧，豆豆找就好啊。对对对，安全第一。嗯，我会较细腻。嗯，继续。细细腻腻呢。这届的手啊，较正确。接受的。哇，总算完成。试食，你去哪块？我红萝卜切到差不多啊。啊，这出菜搁爱香菇、甲大肠啊呢。啊，以你的速度，敢会？我是想讲吼，差不多时间才好，我活较久的才食会着。以后我一个人练习就好啊。啊，你免烦恼哦，我开会的时阵我会跟你讲。好啦。啊，不过我嘛就想要陪你，明仔载上班呢。对啊，加班一个系列啦，我嘛就爱困嘞。歹势啦，以后我来练习的吼。啊，你若先等休困，加油，我来整理。好。啊，你爱注意哦，唔通搁受伤啊。嗯，我先等去啊。好，拜拜。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唔惊路。